Hello， 欢迎回到萨风小秘诀。真的不得不说，在台湾学习萨风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有许多的专家及厂商一直不断的研发及制造萨风的配件及产品，让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可以更轻松，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效果了。而今天我要来介绍的这个吹嘴呢，是由 Ocus 所研发出来的三款吹嘴，分别是中音的 MK3。还有 Opus One 跟 U2 这三款吹嘴，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音乐上面的表现吧。不知道你听完以上的示范，他们的音色是否有符合你的喜好呢？这三款吹嘴 MK3、Opus One 及 U2 分别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音色。好，可见 Ocus 这个厂商在当初研发的时候，其实是花了蛮多的心力去设计三个截然不同的风格吹嘴。那么，让我们再一次为台湾这些这么努力为我们所设计这么多产品的厂商及专家们，给他们一些喝彩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帮我们把影片分享到许多的社群，让更多人可以更快的看到这些影片，学习到更多的资讯。萨风小秘诀，我们下次见。